累死了。哎呦，我累死了。咋的了？累成这样？你看见没？看见啥？啥也没看见啊。笨呐，动动脑筋，看看我手里抓的那是啥？想想我手里拿的啥？啥也没有啊。怎么会啥都没有呢？哎呦呦，累死了，帮我来拿一下。有病，帮你拿的。快点快点，你过来，我手都麻了。快点，快快快快收拾吧。哎，就这样，帮我拿好。哦，在哪里看？你别管了，你帮我拿一会儿，一会儿还给我。神经病！哎呦呦，我的神呐，你咋整的？咋了？一惊一乍的。你知道我让你拿的什么？神经病。拿的啥？啥也没有啊。那是我老婆的胸罩。胸罩？我答应我老婆买个胸罩，那是尺寸。我从家里拿来，容易吗？这咋整的？哎，我说你呀，真是心穷。你老婆的尺寸不是和我的差不多吗？哎，对呀。让我量一量。想啥嘞？我是说啊，你老婆的尺寸和我的一样，都是一罩杯。